3月28日，网上爆出一组鹿晗与一只白猫亲密互动的图。照片中，鹿晗满眼宠溺，温柔地抚摸着白猫，可见他对喵星人的宠爱。白衣少年和雪白的小猫，这幅画面实在是太美好。鹿晗的迷妹们也纷纷在网上评论：“好想变成那只猫，放开那只猫，我来当猫。”此前，鹿晗就在自己的微博晒出自己也有养喵星人，两只猫可爱迷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傻狍子在外面有别的猫了，他家里那两只知道吗？有网友调侃道：“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大灰小黄吗？求大灰小黄的心理阴影面积。”鹿晗这么正能量的 boy， 当然是不会忘了自己家的小可爱啦，人家只是工作需要嘛。话说鹿晗这么个阳光的男孩，不仅这么帅气优秀，还这么有爱心，真是不会有这么多迷妹们喜爱呢。姥姥我都忍不住手动点个赞了。芒果老铁们，鹿晗你该回家宠幸小灰小黄了，去做你的铲屎官吧。报道。